还可以从这里坐船到小琉球，但是前年十月份开始就没有再开了。现在去小琉球要从东港那边的码头。各位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首先跟各位请问一下，国语版的习惯，还是台语版的关系？国语。国语。好。有没有需要第三种语言的？有。韩文的、啊。有，我有韩国人。哦。칸상합니다。啊。嘿嘿嘿。对。那个韩国料理现在在台湾掉了。The bridge is can open. Taiwan only one.这座桥为了帆船来建造的。问一下，帆船有没有引擎？没有。有，帆船有引擎，进出码头。玉山再来。阿里山是看日出的。雪山再来。合欢山赏雪的，不是。大坝叫做北街。太平山坐小火车的。好，一起来了解一下。这个是专有名词。第一座在中日朝岸上的那个头发曼都刚整理回来，还吹得很漂亮哈。哎、啊，这叫做海之女神李罗龙。问一下，海之女神当初有没有帮他做眼睛？我现在公布答案，改天有空大家再去印证一下。现在传递下来，要拍摄这边可以自由走动啊，不要掉下去就好了啊。可以坐在这边拍个沙龙啊，要拍摄的这边不要客气的哈。好。互相包容，互相融合，婚姻入走的长长久，负责认知。孩子，你身有没有帮他做眼睛？没有。来，要拍这个，今天不要客气了。来，妹妹，走。来来来来，嘿嘿，一个一个拍。好，我们小天使来帮各位服务来拍个照。好，来，来，要拍这个。那个兵呢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呢，那时候啊，我们的观光局就要让世界看到。七点钟车叫顶级房，超过时间一张罚单要罚90000块。你这阵子跟完全不了解书面生活，真的想进去，本来报告一下，现场做好码头啊啊！不接受预约了。不过今年度开在悉尼，好，要拍这个冰呢啊，这个角度非常好。好来，哎，口罩可以拿下来哈、啊。哦，今天好，要拍这个冰，不要客气了啊。有没有30秒后，然后呢，一群人做同一段事，同一件事情，这叫做做文化。大家了解了哈？每一天到晚在讲文化，最少你要了解什么叫做文化。一群人在同一段时间做同一件事情，就叫做文化。那各位呢？今年农历年叫做甲辰年，也叫做戊春年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呢，今年的立春在过年前就立春了。按照传统的习俗，明年就叫做戊卵年。哎，今天节没有关系啊。哎，记得台湾现在呢，战后婴儿潮的红利都兑现完了。什么叫做战后婴儿潮？知道吗？记起来，1964年往前18年这段时间出生的就叫做战后婴儿潮。1964年就是甲辰年、龙年，所以说等于明哎，那个要结婚要趁早，尤其你是小姐，优生学的立场，越早结婚，生的小孩子越棒。光一请来之后，他就顺了，叫他打开就打开，放下来就放下来。那这一座山叫什么？帮你开，
如果你有帆船进出桅杆超过17公尺，没有特权，3000块钱帮你开一次。平常有没有在开？有，礼拜六礼拜天下午5点，那是31号的9月。之前跟小三讲的应该是外海台湾海峡。那这座桥它是一座斜张桥，斜张桥事实上它是一个工程学的名词，一个主桥柱旁边有连杆行架，这种造桥的方式就叫做斜的一个近义，大家清楚了哈，在这里大家要清楚。那我们边开对于里面呢，其中要成立代天府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东龙宫的温武千岁已经移到偏殿去了，那个庙门现在是封起来了。哦，他现在呢要等什么大千岁来，要接近呢东港这里没有所谓的机身，那去请上来，看清楚了，那写对的就开始放鞭炮，请水钱偿完之后，把你的钱交给你的拿拿打来打理。好，各位边记得哈、哦，有钱是坏的，因此不能开放。张老师啊，可可有没有什么用途？有啊，家里有没有水族缸的朋友，记得捡一些可可回去放在过滤缸里面，对水质的稳定相当好哦。上次我介绍这边买几双，买两双 OK， 但是记得一天要轮流穿一双，因为现在叫做环保材质，放着比穿还要快换。最近小张的一个概念叫做洗屎，5点之后全家 Seven 全年家乐福可以到那边拍个完美照。那我们的招牌在正前方这里，好、啊，正前方这里，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滨湾码头，啊，滨湾码头这边都用大鹏湾泥给它填造出来的，如果你看到地面上裸露的是白色的泥，那就是盐的成分。大鹏湾边呢是在停车场那边去。好，那为什么用大鹏湾泥给它填造出来的？现在做公共工程要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，拆山填海不可能。根据台语的俗谚叫做“九裂头，火裂变”。你看你18岁了没？啊，我跟你现在18岁而已。发之前，东龙宫呢，这一次为了这个王船，光金牌就打造了1000万以上，来，总共158面金牌。好，1月28好了，我们来去支持他的乌鱼子。好了，跟大家开玩笑啊、哦。那这是我在出门之前我看到的新闻啊、哦，所以东龙宫呢，这个部分刚刚他介绍的也有听到了吧？他说我们可能进不去。所以我们只能外围拍拍照，那我们等款好不好？哎，那到时候如果说他这边比较那个的话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把时间压到所谓的华侨市场，好、哦，因为东龙宫如果进不去的话。怎么样就走过去，要交费就跟他讲吧。这是酒店教我的。